聪哥对我来说是个亦师亦友的人。我跟聪哥我们是最早的时候在迷一就开始认识合作，而且我们甚至同台的嘛。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好，特别善良，而且沟通能力很强，包容性也强。状态对了，我们再来一遍，然后就告诉别人说。六年以前，我其实在音乐的制作和编曲上面，我像个白纸一样。我曾是你最值得去炫耀的。其实我也是，我问自己，这为什么你一直选择用我呢？那。对啊，为什么？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你尊重我我觉得而且我慢慢培养出感情来了，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多东西很难替代的。我觉得一直在换制作人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自信。我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第一次这么合作，而且没有一次不愉快，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继续持续下去呢？我觉得没有终止的理由，就是除非你这个世界给我一个理由，没有一个理由能说服我们不合作。就是这样子。不用太猛了，直接接这一句，可以试一下，就短一点是吧？好，但是就要断不断的感觉对吧？好好好好，更口语化一点，我想让他，好，那我们这首歌结束哦。咱们俩他妈同步录制哦，我就这么来呗。对，我就不弹这个，你就弹打打滴打一打打滴，然后我就直接弹别的呗。是，要离这么近吗？不知道，我就突然感觉来了。一、二、三，和我。去年做专辑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点，就是变得全身而退的时候，聪哥他那时候我感觉他特别像个小孩，他的脆弱感，他给我发了个小作文过来，阿东，兄弟，我们之前、你给我发了一个老长一篇了，真的假的？真的，你给我发，你可以回去自己翻那个聊天记录，你给我发老长一篇了，可以慢慢有感觉了，我看人不听点了，就是听我们俩，对，我也在听你，就靠在一起就行，对对，这个真的有点累。我都有点累，说实话，多得你灵机一动啊。而且我们两个合作，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不是说谁要压制对方。对，在听我录人声的时候，不管是哪首歌，你是作为一个绝对听众的角度。对，是是是，我是放下了什么编曲，什么制作人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听众。现在我听这首歌，你每次都是，哎，大哥，这个感觉可以吗？哦，不行，好，我是一个另外的感觉。然后，哎，我作为一个绝对听众去给你听。包括我自己后面为什么我自己做那个的时候我会录好多人声，这点也是我们两个合作过后慢慢的我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先保证每一种情绪都有，我不管是录吉他也好还是录人声也好，我现在自己做 demo 的习惯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觉得这个是良性的，对，对于我来说也是好的。其实我们刚两个的对话已经呈现了我们做专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沟通的一个方式，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同时思考对方的感受。对对对对，我们好多歌都是这样。然后也有时候我们就啪，我说兄弟，这个牛了，明天给你出来。牛了啊，牛了，对对对，我老喜欢模仿他说话。兄弟兄弟，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就非常的棒，就是你听一下牛恩呀牛恩呀。就享受音乐。我们就是邀请了这个很厉害的钢琴家给你设计一个很华丽的一个钢琴，其实也是在他的钢琴基础上我再去设计弦乐，他跟大的作用是起到一个节奏一个律动性的作用。然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听的时候，就是它是很广阔，我想把这首歌做得很广阔。还有最后呢 Bass 当时我没有想设计，是你说的然后哎试一下，那就飞起来，是，就来了一个更长的一个律动感觉的那个，带有一点小 fusion 的一些弹法，包括 walking bass 的这种。
其实大家听我们以前的歌也发现我们老在搞融合了，对，我们其实在真的我们在融合很多东西，对，有时候只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过，对，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听当年说爱我的时候，我的副歌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这首歌你在词本身上也是动容的是吧？动容了，因为当时我就跟你说这首歌的主要内容是来自于一直支持我的歌迷朋友，对对吧，而且你这个旋律你的走向你的一个整首歌的起承转合我们是一直一直叠加叠加一个一个的，是它特别像一开始我在迷一的时候舞台一个人一把吉他，到后面慢慢的乐器往上堆，你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对，越来越丰富啊，这样子，它对我来说是一首特别重要的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就无非两种情况，两种动态，一个是让人心动，一个是让人身体动，到后面我们就回归到让人心动上面去，就是抓人心弦的那一款东西，